男生又在爸爸面前变成女生声音，假装和男生网恋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宝宝，你声音真好听哦，喊声哥哥呀。你谈了个男朋友？哎，好戏开场呀，哥哥讨厌。什么意思？这是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？你这是搞网络诈骗，你知道不？警察会抓你的。我你骗，还敢骗？只有你用亲亲老婆的声音喊人家。还有老婆？哎，没有，是一个游戏里的女角色，白毛，双马尾，头上有龙角，白丝。这是什么游戏啊？给我下一个。亲亲老婆的声音很哥哥呢。作为荆州令尹，哥哥二词实在有些说不出口呢。喊一声就给你转一千哦，宝宝。真是修的人龙鳞都要长出来了，就如你所愿吧，哥哥。这样就能赚到钱了，包的爸。那这个变身，你看，爸冷血吗？那这么年，你爸不会打咱吧？哎呀，不会打，包的。啊，你谁呀、啊？哎哎哎，爸，他就是我那个网恋对象。他怎么找上门来了？哟，我不知道啊。你帮我出去应付应付，我去躲躲。哎，你别跑啊！你怎么留我一个人？你。有些事情我也不能一直瞒着你啊。其实你谈的那个是我儿子。啥意思？我谈的是个男的。不好意思啊。男的呀？那太好了，难道我更兴奋？太好了。跟漂泊者哥哥在一起，感觉空气中都是甜甜的味道。宝宝，你可真是个宝藏呢，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呀？让我感到恶心。漂泊者，怎么悄悄看我的视频啊？要用这种声音勾引你年迈的父亲。